如果无法让所有人满意，你就更应该向自己的心意。人一生会向好多人有关系，朋友的扶持、职场的救济、感情的陪伴、亲属的关系。我无法用一种容貌面对所有的人，也无法找到便一种容貌令每个人都开心。但是无论你是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，面对什么样的人，都要明白你必须为自己而活。毕竟为自己努力，有一日就会找到正义的自己。一直想满足其他人，往往得到的是还不够好的回应。其实没变过可以决定你是谁，只有你自己可以。无论你其实担心的是什么，或者为了什么而烦恼，都要向出自己的承认。因为你努力好生活，并不是为了符合其他人想要的样子。